我也不是中华小曲库，我不是啥都会。我刚才说了，我刚才说唱的那个东北歌，当时说唱的短带。说更好的是唱的，比如说家在东北啊，来吧，就这家在东北，家在东北吧，哦，家在东北，来，来家在东北，好吧，来来来，哎，我还真不会唱那个，就是这个，我发现我就会前面那几句，你们后面谁会吗？啊？那不行。这个怕尴尬。我东北的，这是地域的吧？地域代表，代表东北人。哎，呜！唢呐一响，黄金万两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，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啊，在那青山绿水旁，门前两棵大白杨，其中有你的八样儿，你的小枣棒啊，哎呀哎呀哎呀，舞台上为你爸爸有翠翠翠，我后面不会唱。那也得喝二两，大碗茶大碗酒，左邻右舍斟两碗，五魁首六六六，笑声。啊啊我妈妈从小嗓门就亮啊，整天他照着上着去学堂，只唱的老道理放下了他的大烟袋，只唱的小伙子弄着四邻大姑娘，只唱的老大娘放下了一身青衣儿，只唱的大姑娘眼泪汪汪啊，忘记了西藏啊，哎哎哎呦，只唱的老大爷放下了他的大烟袋，冷眼四眼大姑娘，只唱的老大娘放下了一身青衣儿，只唱的大姑娘眼泪欢迎南方东北，感谢您，欢迎欢迎大家多多互动，明晚7点与您不见不散，朋友再见。哎呀哎呀，可以，还得是东北啊，太嗨了，太嗨了。你们接下来干嘛去？去泡个澡呗，泡澡啊，冲澡啊。那你们能不能洗成澡还不一定呢。够了，泡澡是咱们去那个休息区洗澡，咱是有一个券的。对，我们以那个我拿那个免费券嘛，丝滑入住一晚上，纵享丝滑，纵享丝滑，六个人是不是条件不能太差？对。如果今晚我们去在一个非常，就是条件不好的地方，你让德福怎么看？你让德福怎么看？以德服人呢、啊、？Yes。以德服人，以德服人啊！我告诉你，平时你们六个人随便一个标间可都得三四百、数百。我们不住标间，我们住浴池的那个浴。但是浴池里面进去也就38块钱一张票，差不多吧。哦，我懂。哦，后面一个用，他意思现在不用这个。哦，这样吧，浩浩，我这里100块钱，如果我们去洗浴的话，那个、大概是多少钱？我想问问。228。就我们六个人要花228，这样吧，到他们去付钱的时候，剩下的钱欠着啊。哎，就这个意思。这个意思。好吧，明天扣掉。熟悉的这个。方方便给你合。哎呦，太方便了，来来来。哎，可以合影，能不能一张128？128。
OK， 感谢感谢。那就128，对不对？差你128，好不好？先看吧，我们先看吧，到那付钱的时候再看差我多少吧。待一晚上。行，那去看看，那去看看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呗，走走。哎呀，兄弟们到了。要不你小心开机啊！这边低温值，这边中温值，选择咱们适应的温度。那咱这个油炸包，你选择四元香。哎呀，这行啊，这刚进来就有一种温暖的感觉。又是气。我想更想和你在一起。七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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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月。给他换一个。哗啦啦啦啦啦，滴入我的心。Oh yeah。来，到你们了，到你们了。七，来，听我。会跟爱一起走，说好不回头。头上有犄角，手头上头有尾巴，尾巴上头有尾巴，尾巴。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，扛你们就完了，很难扛。他俩饿了，都坐上去了，准备去下一个池子，好吧？准备去吧，你扛不了了。扛下了所有，扛下，扛下了所有的罪，扛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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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？哦，有这个歌，叫什么来着？扛这个时间，时间到了，差不多了。把所有问题都自己，那是最后一个字，我唱哪？那是我没唱的。把所有问题都自己，扛，还是最后一个字，十、九、八，我扛下了所有，五，所有问题，我扛下了所有问题，三，扛，二，扛一，扛一，不了了的成友，耶。过分了，三二一，忽然之间，天昏地暗，暗的老家就是个这个团，那是我的老家，在我，在东。